叫做检察总长，老二是高本检检察长，老三是台北地检署检察长，想不到吧？为什么全国一千五百多个检察官里头，北检的检察官就一百三十几个？OK，所以是排名第三的。那说过去一般而言是这样子，就是、说这些人的权利大概都会高于正次跟长次，而过去能够担任北检检察长的。 大概都是长次，没有过正次的先例。OK，所以当这一次当邢太招他调任成这个呃正次以后，蔡碧玉就哦，呃、蔡碧玉是长次，长次，北他是长次、啊、<哈>对。啊、<哈>然后他说，他说，所以当邢太招他正次又入围检察长名单的时候，嗯、其实大家都知道他就是要来接北检哈。<對><齁>所以他认为说，当邢太招来接北检之后呢，他认为哈这个呃。 不管什么样子，特别是我问他大巨蛋男子，嗯嗯嗯他说是这样子，也不会因为他是男的就特别要要对他怎么样。但是只要你证据足够，他就会绝对不会像蔡碧云那样子是积极不作为的。哈 <Okay. S 1>，这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说，我觉得如果说能够中立的话，当然对国家来说是个福气，因为他说现在检查体系不可会员，他说有两大特色。嗯嗯第一个行政干预、行政介入的能力还是非常的强。 第二，蓝色思维还是非常的重，好、嗯哦，所以邢太招这样的人来，又因为是呃，等于说是排名老三，北检的检察长，他可以带起这个示范作用。不过呢，他也特别告诉我，就说因为这次调动里头，他有注意到，之前因为呃，法务部长邱泰山毕竟离开检察体系很久了，嗯、那再回来，他说其实哈、哦。 三十期以后的很多的事情，他不是很了解人事一些生态、嗯嗯、哦。虽然说这次呃这个调动里头，他说因为部长曾经有说过，就是说嗯他不太介入哈、哦，然后说这个包括呢检察总长说不介入，所以呢这里面呢呃这个次长好有个次长就说啊这个是部内决定的，那是不是这个空间就很大？所以呢我要借这个机会，他也是希望就是说呃建议就是说呃部长。 请你在往后的时间里头，你要多挪一点的时间来关心，关心什么呢？比如说地检、高检的主任检察官要调动、嗯、要升迁，非常重要的哈 <對 S 1>。那他说这里面可以咨询的管道有哪些？他说检察总长，其实他对严大和评价是不错的哈。然后高分呃高本检检察长也都可以咨询，为什么？因为他们办案实在太熟悉了，所以各个检察长、检、嗯、察官大概什么样子，大概都知道。<okay S 1> 还有检审会的委员也可以去咨询，你一定要奔。 部长本身要来关心，要来摄入，嗯、<哼>你才能够提拔出一个好的人出来。o <Okay. S 1> 这是他他所讲的啦。哈、嗯<哼>，那再来就是说，当然整批的人事调动里头，他对邢泰州是非常肯定。那嗯,嗯，但是呢，至于另外有一些人哈，对，当然现在我也不方便讲是谁了哈。<對>我们总是要给人家时间看绩效。对，他说。 有一些人是有一些专意，特别是交友广阔、政商关系绵密，哈，那是不是有利人士推荐？所以他才会说，部长，你必须要亲自去了解，<Okay. S 1> 这是他很语重心长告诉我。OK，来，嗯，阿晃，这个很奇怪，就是说，这个检查，嗯，北检的检察长，还有这个飞弹，都是蔡政元先爆料的，他任命的。嗯，飞弹跟检察长这个是两回事了，哈、嗯。 呃，其实蔡正元有点逊了、啊，因为我比他早十几天前就知道了，OK，只是我一直没有讲，所以是你任命的，<laughs> <laughs> 没有，不是我任命的啊。其实这个，因为当时很多人在骂邱泰山，说不赶快把蔡碧玉换掉哦。其实大概六月六月初，大概就已经差不多确定要换掉他，只是因为检察长的调动，他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啊、uh huh. 哦，他你掉了一个，那你总这个。 这个比如说，嗯，我调北检，邢太招来，哈，那他牵动就会很多，所以他需要一点时间做。还是提早了一个月了，嗯、对，是八月。其实他还是需要一点时间作业哦。嗯、那其实蔡政元这个不难想象，因为在他之前，《自由时报》就有写过一个新闻，但那新闻可能很多人没看到，因为他很小。嗯哼，他说邢太招才当次长没多久，就列入这一波检察长的甄选名单里面。那当时《自由时报》那篇报道我还记得，他写说。 邢太昭有可能接台北地检署的检察长。嗯哼，其实当时就有写出来。那你只要对检察官的生态稍微了解的人，大概也知道，因为能当检察长的就就就那么几个人啊。那谁来当台北地检署，然后谁可能会升检察长？其实我觉得这么好猜吗？不不难猜啦，真真的不难猜啦。OK，来我听听。我听你叫黄岳宏猜，可能黄岳宏猜的比他还准啊，因是，黄岳宏可能是他任命。他们他们那个人事异动哎，这么多年来走出来一套。 游戏规则，OK，那个游戏规则其实是不健康的，但是已经存在。为什么说检察体系的人事规则是不健康呢？它是假民主但真帮派，就是说你要去拉票，那拉票呢？如果你当个检察官，大家来跟你同时跟你关说，你都卖账的话，那你以后很好拉票，OK。如果同时来跟你关说，你都不卖账，你一定拉不到票。对，所以投票其实是一个很不好的现象，尤其检察官兵线一样啊。对，所以检察官呢？ 检察长用这种投票呢，是变成假民主，但真帮派。就是说，你平常呢，官黑这就退让，嗯、大家都卖人情、嗯、那你就容易出头，相愿能出头。对，那而且他们的检察长的作业呢，因为已经有这种假投票、嗯、真帮派的生态了，所以呢，他们要异动呢，一定要经过这样一个开会。而且开会的时候呢，他们因为当时呢，检改会要跟法务部抢权力，所以他们就要求说，你们呢。 指派的检察长必须先经过我们这一关。OK，那所以呢，上面就有定出一个游戏规则，说好，那这样子你们通过两倍的名单，让我们来圈。OK，所以这里面呢，为什么形太招可以猜得到？因为呢，要开人审会之前，上面突然交四个名单，叫做规划名单。嗯嗯。那结果这个名单里面，哎，有形太招。大家吓一跳，就说，怎么上面交代下来要，因为那个检审会呢，检察官。<Okay. S 1> 人事审议委员会总共有十五席，里面呢官派是七席，民选是八席。但是一般来讲，部长特别中意的人会先透过官派这七席去游说那八席，说这几个呢规划人选，请让他务必要上，因为我要圈。所以当时上面丢出来有四个规划名单，里面大家一看到邢泰州都吓一大跳，嗯，想说怎么会有政次也在检察长规划名单？那这个时候就只有两种可能。 一个是直接交高检署检察长，一个是台北地检署检察长。那他想说，应该不会去动高检署，所以当时那个规划名单一交出来的时候，嗯嗯其实他要猜得出来了。所以当时那个规划名单一出来的时候，其实报纸就写说，秦太昭可能会接。这是谁布的局？ 对百分之百是邱泰,泰山、郭太山。OK，好。这个、嗯、今天这个名单里面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所谓蔡正元七月一号脸书里面他猜的另外一个内政部长叶俊荣的太太柯丽玲啊。他、哦、接苗栗地检署的检察长。嗯、那么我对柯丽玲这个检察长呢，也寄予厚望啊、哦。但是只靠柯丽玲检察长是没有用的，为什么呢？包括下一阶段就是马上要进行调查局的相关的调动。 因为从局长以降会有大调动啊，局长会被换掉，王忠义会被换掉，然后呢以降呢下面的人会有个大调动，苗栗苗栗调查站的一些资深的干部表现很好啊，应该择日给他们高升，嗯、也就是进行一个活水的调动啊<哈>。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那个在台北市为例。 每个警察机关，如果你在这个地方待超过六年，一定给你换掉嗯。嗯，诶、呃，哦，那待超过三年，一定给你更换你的相关的这个那个地区就对了哦，避免无谓的困扰啊。当然不是说每个人都有弊端，但是有可能有一些人情世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全台湾目、嗯、以紧接而来下一个可能会爆发啊、呃，开始查弊端的应该是苗栗。嗯嗯，过去都没有人查。嗯哼。 过去都没有人查，我,我被查好几次啊、呃。那你被查是 <laughs> 是你是虽然是苗栗人，但是你是在外面人家查你，啊、我被留在、啊、弄那个，对，没有你诉我。啊、但是苗栗本身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對>需要好好的去查，而只靠根深蒂固的苗栗老朋友、嗯、是查不出来的。对，對對所以趁这次的检察长、调查站主任全部都换新了以后呢。 一起把它卡个水落石出，查个清清楚楚。嗯，所以包括新政，我们这一季以后忘。前几天事情，包括华航罢工的一些事情，<對>那么包括一些军机外泄、飞弹雄风雄山发射的事情，确实我们对新政府的某些作为有所失望。对，但是从今天开始，你可以看到邢态昭的发表，对不对？哈、嗯，还有一些认，我们认为新政府要重新在很多的地方，尤其是这一次小英当选的时候，讲到私改的时候，大家拼命的鼓掌。嗯，所以从这个地方开始。 我们把所有的希望放在你私改的部分，okay, 其他的地方表现不好，我们还可以暂时不跟你计较。但私改的部分一定要落实，该查的就查，过去不查并不表示就没有必案。OK，该、嗯、查的必案、嗯、哼哼哼哼过去没办法查，现在新人新政就把它查出来。这个我可以补充一下哈，苗检哦，很有趣哦、喔。游振宏告过很多人，包括我自己，还有包括呃现在当立委的徐永明，当市议员的何伯文，我们是不同案哦、喔、哈。可是很巧合的是。 只要刘正宏告人，承办检察官都是同一个。哎 <哈 S 1>、欸，我们知道法院有电脑分案，对，哦、呃，抽签，你说抽签真的签运老师同一个人抽到也就算了，我也认了。啊哈、uh，huh. 那地检署我们知道不是用电脑抽签，是检察长直接分案嘛？就是说啊，这个黄帝影办，这个黄伟哲办，我就不懂啦、啊。Uh huh. 为什么刘正宏每次告人都是同一个检察官在承办？你的意思是说有一个人在专门等着中年化，呃，不止等我，uh huh. 等很多骂刘正宏的人，批评刘正宏的人，okay. Okay. 所以我我。 拜托这件事，我也跟新任的检察长报告一下哈。啊、呃，你去了之后呢，可能有很多这个什么、呃、害虫在里面哈。赶 <Okay, S 1> 快一个一个把它揪出来。一切合法，谢谢所以主任检察官其实也非常重要，嗯、不只是检察官也、嗯 okay, 所以、啊、所以才会说一一审的一检的,的、地检的调到高检，或高检要再往上走，这是、個、主任检察官，拜托邱泰山部长，啊、<哈 S 3> 你一定要去咨询对的管道，对的人。 然后四才四所来任命，你要亲身去关心，嗯，才有办法调动到对的人，而不是有些人政商关系绵密，也拉一些跟他好的巴迪巴迪，这样子就不会好。OK，来我们来看看呢，A 是查真的吗？李树德被约谈，所以马英九快了吗？这个是阿能白白猫胖哈，听说这个大巨蛋呢，哎，有出现了这个破口。 现在呢是已经约谈了曾经代表台北市政府跟远雄来议约的这个主台人李树德，至于呢是不是会约谈马英九呢？诶，这将交给台北地检署来衡量，所以这件事情落到了新任的检察长邢泰昭的身上。好，我们接下来再看看，呃，有没有约谈马英九呢？北检的态度是保留的吗？因为这个李树德当时呢是负责主持这个呃大巨蛋的会议。 会议中呢，透露马英九跟这个赵腾雄曾经见面，他告诉这些委员是什么意思呢？啊、呃，最后呢达成林权利金的协商内容，这些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都揭露非常多次，但是我们告不回掐的结果，在马政府时代的司法是文风不动。那么现在对北检来讲，是不是应该启动呢？如果邢太招检察长是非蓝非绿？ 他指这个嫉恶如仇的话，这件事情是不是应该给人民一个交代？好，但是这个时候北检呢说案件调查中不回应，那不回应是这个案子不回应是,是什么意思？那呃，不过我想先问一下伟哲，你觉得呃新政府的这个司法体系有真的要办的决心吗？呃，我觉得其实简单的说，如果把这一次的法务部的例行的检察长调动，就视为是司改的起身炮。 我觉得其实也还没有看，还没有那么明确，只是说这个法务部长邱泰山他在他的可以主导的第一次的人事调动里面，把一些比较大家觉得有一些看法的，或者说就形太照的例子来讲，把一些大家认为比较公正的，好不分蓝绿的，其实秦太昭有可能办绿的，因为有些绿的现在是执政啊，嗯、如果将来出现一些狗比倒灶了，所以民意代表了，该办就办啦，该办就办了，这就可以立威。 你看，<對>你说像本来就、啊、像黄黄世民当初说是铁汉，都是什么？你说他看过他办过多少案啊哈。Uh huh.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部分是有差别的。但是其实我认为说，民党要做的这个司法改革，除了人的部分之外，最重要还是在制度层面。许多造成累积民民怨的地方，包括法官的这个这个判决，或者说这个这个检察官的滥诉，起定罪率那么低，嗯、这部分要怎么去处理？在制度面做一个更动，这是人的部分，我觉得其实是例行掉能够。 维持一定的程度的稳定，然后这个把一些这个这个真的是办案不分蓝绿，然后能够公正的人让他上位，这我我觉得是这这是这是最重要的一个贡献了。至于要怎么整么整,整体的翻盘式的这个这个诸多面改革，可能还要等接下来的九月十月的这个司改 <Okay. S 2> 这个国事会议吧。来，呃，黄勇黄社长，在我们在正一线是不是又在乐视桶捡到了一份名单？就各地方地检署的检察长 <laughs> 全部曝光，这是今年给。 他们通过了啊，这就表示说他们已经这个案子已经部长已经盖章了嘛。OK，那只是说大家就开始传了，因为一早一早上也传了。然后我请高检署再办一次泄密罪。啊，真的哈。好，来这个名单有鬼吗？这个名单其实就是我刚才说的啦，他们很典型的坐火车啦，就是说一站一站呢，你你从。 他们因为这是一个很讲备份，OK，这跟军中一样嘛。你调到什么位置，六军团，<是>你接下来就是。但是其实这么讲，外岛或者讲这么备份大家都忽略一个，就是说，其实台湾长时间司法这一块呢，是非常的不公平，啊、对台湾人是非常的不公平。嗯嗯。因为在那个宪法征修条文，民国八十年以前，对我们的宪法里面有一条，宪法八十五条就是各省保录取，对要按照各省的比例分配。啊、OK，、嗯、但是。 我们根本管不到大陆啊，但是我们又分配给他啊。譬如说，东北九省呢，新安省呢有三十几万人，可是呢，他在台湾登记的只有一百人。所以他只要报名呢，新安省的几乎就差不多一定会录取司法官。所以，然后呢，表面上说不能分省级，那其实，在录取高考的时候是严格分省级。是啊。 所以有一个大法官呢，大家想说奇怪，他怎么能够当大法官？他怎么會？然后后来才知道他是海南岛人、哦，省级政确，okay, 他是省级比例少，更少对，他台湾少到不南岛人也可以找王定宇啊。对，所以他们呢，这些在八十年以前的呢，就按照这样分配啊。所以呢，他们不只有用按照宪法八十五条，对，还有个特别条款叫做呢，不可以在本级当官，你会被官说嗯，所以、哦、台湾人呢，到处。 很简单，都在台湾，都在台湾，所以呢，你到田江，台湾高检署检察长是从来不会有台湾，因为你台湾每个地方你都管得到，所以台湾高检署检察长呢，都一直派不到台湾人，要到八十年以后呢，才开始有台湾人出现，对，所以但是呢，你如果在按照这样子坐火车的方式，对，那包括呢，蔡正元刚才在爆料，他其实蔡正远那个爆料就是其实就是一个抹黑嘛，就说你看你们都用自己人，那其实呢，我要补充一下哈，这。 分成两部分哈，司法改革其实我是个人觉得说完全看不到朝气了。嗯，哦，那但是呢，他刚才在故意抹黑说形态照跟柯丽玲，其实柯丽玲这一次呢，是因为呢他们开会的时候，嗯、这一群委员自己发现说，我们怎么这么重男轻女，没有一个女性检察长，所以蔡委员也猜对了，对，也苗栗嘛，对，那不是，那那个其实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了，因为知道说。 入围的名单里面呢，竟然没有女生，所以他们整个委员里就是说，这种名单公布出去会大被大家挞伐，说原来检查底细这么重男轻女。那他为什么知道在苗栗？他不会说在新竹、在高雄？那不是因为入围名单，嗯，会有入围名单，所以当时他们就协商，协商另外一个呢叫图达人的，他说他们用当场就用电话跟他协商说，那是不是我们因为？ 不能够让大家骂说我们都只有男人的世界啊，oh, oh. 所以就协调。那柯丽玲她其实早就入围过啊啊，她、oh, oh. 以她她老公还没有当内政部长以前，她以前就入围过检察长候选的。对，所以大家就想说一定要找个女性，oh, oh. Oh, oh. 就以前已经有入围过的就先找出来了，所以才有这个事情。不，我的问题是说，为什么蔡政元猜的这么准，人地完全正确？你说这个呃，你说火车下车，火车很多站呢、啊。 他为什么这么准？那台北地检署是大家都知道要换，对。那苗栗呢，也是因为呢出出缺，然后呢，一般来讲这种没有啊，出缺的很多啊，这十几个啊。对，我觉得这里面你说没有其他的问题吗？司法界是不是？还是有人跟他讲？对啊？这不会猜那么准。其实刚刚说的，刚刚年晃讲的媒体的报纸，其实我们都猜得到了，可是他一次猜中两个，对呀，而且斩钉截铁嘛。其实我告诉各位了。 他绝对不是根据我们从报纸上面看到的，不是，他的新闻来源还是跟我们所看到不一样，有特定的人跟他讲。OK，所以包括 WHA 的那个邀请函的内容，对，包括很多东西都是有特定人跟他讲，嗯、这才是现在我们的问题所在。OK，OK，okay. Okay, 好，电影律师，啊、嗯，呃，这个案子，我认为到目前为止，就是说，邢太召接任台北地检署检察长，给我们有一个新的期待，也就是说，这个新的。 啊、呃，大家认为是刚正不阿的这一个新的检察长，跟过去的蔡碧玉，也许可以做出一定性、呃、一定的作为。那对于我觉得蔡振远他现在开始坐在啊脸、呃、书上面就开始讲说，好像他有蓝绿的色彩。如果大家上网去查一下旧的新闻啊，二零一一年的四月份的新闻、嗯，嗯，高雄地检署检察长邢泰昭对于有关于民进党的议员有四位议员，他有涉及亮票的事件，他在启动调查的过程里面，他也认为说。 依法办到哪里就办到哪里，媒体下标下的很大，叫做“熊检”不排除传唤蔡英文。那这个案子后来之所以没办下去，是因为高等法院、最高法院开始有见解，认为说量票不代表泄密，嗯嗯、所以因此后来有一些无罪的判决。那这个案子没查下去，但是这可以代表说，刑太昭在当检察长的时候。 对于不管是蓝的绿的政治人物，他去查会，他也是严格查下去，就都是国民党买票比较多嘛，所以查下去比例当然国民党比较高。那对于亮票，就是说有议员亮票这件事情，那个时候为了抵抗说有人去买票，所以要用亮票的方式来宣示说自己没有被买走。 这样的一个方法，他当时也起诉了四个民进党的议员，嗯、<哼>而且媒体下的标题也下得很大嘛。雄检不排除传唤党主席蔡英文，嗯、<哼>所以代表他在办案，他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是没有蓝绿的问题。嗯 okay. 所以我认为不用一开始就先把他贴上说他是绿的检察长，我认为这件事情也不公允，嗯、也跟客观的事实不相符。嗯、那我看到呃，在这这几天的一个民调，台湾智库的民调，它有一个五乘二。 的民众，他认为减掉不积极侦办马英九的案件是不同意的，嗯、是不满意的。这是台湾智库的一个民调。这件事情，我认为很清楚的是，大家都知道，过去这段期间，我们不管从大巨蛋的案子，从黄世敏泄密案的案子。嗯嗯 大巨蛋的案子，从李素德的录音，我知道我们节目也播过很多次，很多电视台也播过很多次。在里面，马英九因为跟赵腾雄的这一个会面，九二零的密会，去免除掉法定应记载的营运权利金这部分涉及贪污治罪条例的独立罪，全台湾人都听到录音，全台湾人在网络上也都查得到台北市廉政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对，这么清楚的罪证摆在眼前，蔡碧玉吃案吃多久？黄世铭的泄密案，两年多前发生的案子。 经过起诉，经过判决，二审判决定验这么清楚。黄世铭的案件里面，马英九有一次的泄密罪，在八月三十一号告诉江宜桦，告诉罗志强去做泄密，这么清楚，在判决书里面，其实判决书上网查就有，裁判书检索在司法院的官网。其实我不认为台北地检署检察官不识字，不会上网去查这种这么清楚的的的判决书。这个是在告跟你们讲一次暗号，一百零三年主上意志第一号。 这么清楚的判决书上网查都有，但是就只有台北地检署从这个案子判决到现在摆到现在，马英九在里面一次泄密正犯，两次教唆泄密的犯罪行为这么的清楚，但是台北地检署检察官一直都没动。那于是呢，我们在四月今年的四月，我们正式也提了告发。告发之后，我们收到蔡碧玉检察长。 的两份公文，第一个跟你说，他认为没有证据保全的需要，所以他不证据保全。第二个，他认为他顺便把马英九要不要限制出境也驳掉了，但是没有法律依据就把它驳掉了。<對>第二份公文呢，他跟你讲，这份其实如果你去比对所谓的什么影印部分第五,五章，这是什么内容？有关于黄世敏泄密案，因为是高等法院确定判决书，马英九大概很难去辩解说这个经过两个审级。我现在常常说，哎呀，半男不半女啊，半女不半男啊，或是男女都要办哦，其实这个办很抽象，那。 你检视说，他们到底是蓝还是绿，是要看检察官办案的强度。嗯，哦，怎么说？黄世民在办彰化案的时候，一次发动两百多个人去搜索，这种强度就是空前未见。